西拉雅，一个对许多人来说陌生的名字，却有着让所有人都熟悉的美丽风景。这对于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动机。西拉雅，台湾第一个以人文命名的国家风景区，似乎也透露出它深厚的人文底蕴。早在汉人来此之前，西拉雅族人在嘉南平原上以简单的游耕、渔业与狩猎，过着不固定的移居生活。直到汉族移民渡海来台，这样的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。移居来此的汉人带来了故乡的农耕技术，他们兴建皮塘，以水源和西拉雅族人换取土地。这种割地换水的合作方式，为西拉雅耕植出数百年的美好。而八田雨衣这个经常在生活中出现的名字，则是引领我来到西拉雅的另一个主要原因。在八田雨衣纪念馆中，我看到了嘉南农业水利的滥觞，也看到了一个日本青年远在他乡奉献青春的无私历程。嘉南大圳的完工为嘉南平原带来了阡陌良田，对台湾农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。约在相近的年代，日人滨野弥四郎也着手规划这座隐身在绿野林荫间的水利工程，原台南水道。这对于20世纪初的台南来说，可算是走入现代化都市的重要指标。它不仅改善了台南地区的饮水卫生，直到今天，原台南水道依然持续运作，供应南科的工业用水。走过近一个世纪，这些改变历史、推进时代的故事，依然完整地停驻在西拉雅的生命中，等待人们的阅读与典藏。这片芳草沃土是台湾的重要米仓，同时也为我们带来鲜甜丰美的四季享宴。每年的五月，白河莲花绽放，西拉雅顿时成了摇曳生姿的翩翩少妇，令无数摄影爱好者想一清芳泽。紧接着在西拉雅登场的就是果香四溢，让人完全无法抗拒的夏日水果圣品芒果。它所散发的甜美芬芳，正是台南御景最迷人的味觉记忆。丰盛是西拉雅活力的展现。它的活力可以让你用心去交流，从人事物的互动中得到感动。是你们这边第一种咖啡馆，对，好喝的。好的咖啡不是不酷，也不酸。嘉西兰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啊，希望恁来嘉啉咖啡，啉了欢喜哟。而它的活力更蕴含了充沛的生命与长明的智慧，不只带给你收获的喜悦，也能让你挽起衣袖，亲身感受手作的温度。
高山和水相遇，许多的故事便在此展开。无论你想迎风追逐挥汗如雨的热情活力，或是在乡野山林间肆意畅快的帅气奔驰，喜拉雅都会是你最好的陪伴。青山绿水的世界永远是野生动植物的家，尽管人类在此驻足停留，它们依然生生不息，欣欣向荣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喜拉雅长久以来的默契与传统。水蛭常是伴随菱角栽种而来的珍贵赠礼，在每年四五月入夏之后，便是水蛭的繁殖期。由于它们的数量已相当稀少，因此我们更要格外的爱护这难得的美丽身影。环境为喜拉雅塑造了独特的旅游亮点，也为喜拉雅带来了别具风味的美食飨宴。不论是深水养殖鲜活肥美的砂锅鱼头，以及运用当地特色食材烹制的各式佳肴，都紧紧抓住了饕客的味蕾。此外，由各家咖啡业者所精心制作的小吃与甜点，更是旅人小憩心灵的最佳凉拌。想为旅程留下鲜明的记忆，想与朋友分享更多关于喜拉雅的点滴，只要随时留意擦身而过的风景，你就会发现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待你的探索和发现。台湾人文资产的重要宝藏喜拉雅文化，也是这座国家风景区命名的精神所在。
尽管长久的通婚与共生淡化了传统平埔族鲜明的文化特征，但是风景区内依然可以体验到西拉雅族的人文风采。公家的众神，大家做起来，爱在喷酒，你在新海边酒馆叫大龙。阿姑咪阿吉勒呀杜布伦吉西拉呀。每年一度的西拉雅夜祭，可说是台湾最具特色的原住民祭典之一，更是体验西拉雅传统信仰仪式所不可错过的文化盛会。不同于大山大水的远观风情，西拉雅更让人置身其中，走进山与水的森罗万象。只要来到西拉雅，它便能带给你四季不同的感官与心灵感受。从物产到风景，自人文到生态，都让我深刻体验多元的台湾文化与在地的生命力。一个值得您深入探寻、一再回味的旅游新乐园。我在西拉雅看见台湾最质朴的感动。